啊，一二三，开播了，开播了啊！刚才播了，上午播了一会儿，然后吃完药太困了，而且麦克风还出了问题。现在把麦克风问题解决了，重新开播。看了一下散弹，我感觉黑龙重弩是最好的，感觉，就昨天用了下雷狼的重弩，但是感觉一般般，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，所以我决定雷狼重弩这么放着。看看啊，挑战，啊不，我也不要做终极，要。挑战体力不行。
能挑战住了，挑战回避可以要一个回避性能。看破攻击，啊，只有一个攻击组，还得有防性。隐蔽攻击，隐蔽攻击，还得有解放珠，一倍攻击，这攻四，小七，解放加护珠一个，耐暑解放组，跳跃铁臂攻击，跳跃路，手势铁臂啊，有铁臂解放组。一个铁臂解放组，沼气解放组，快驰解放，逆境滑走，素纳解放组，解放几？解放有七，我达人还不够呢，那达人得插个达人珠子，达人珠攻击又不够了，攻击多少？攻三，看破五，哎呀，这不能配攻击了，跳踢，看破五，两个都得用达人珠子了，耐暑达人，素纳达人，我操，三个素纳达人呢，素纳达人，素纳攻击，新耐暑解放，耐暑解放有几个？耐暑达人，耐暑达人，看破七，表七，防性五，属性解放四呢？怎么？防家护可以不要，看破七，挑七，防性五，晕厥三，解放三，超前超伤，收到散弹静的，这整个跳跃组或者是 KO 加护缩短重击啊，耐冲得有个耐冲，耐冲加护，我这里边都差攻击组，不对，
强挡。欢迎怒雷啊！这得用什么珠啊？转服珠子、无极珠子、痛击、拔刀、超心都有了。蒸蛋、心眼、黑欧珠、黑欧珠。应该差不多了，这样的话应该好了。然后克制枪弩，克制一下枪弩。这个放到这儿，用这个吧，我感觉还是这个稍微能好一些。我可以去试刀。找谁试刀呢？老样子，找我们的阎王。这加两发呀，嗯。做不做解放呢？熔鸡蛋一发，但是我感觉不太适合我。虐菜的时候满血浆，无伤三。
这收刀快挺好。对吧，这其实比起那啥灵活点还是好。啊，这吸血要是吸得好就好了。太可惜了。收刀怪挺好，
そういえば。露娜是三吧？倒不倒？不倒，先不用无伤的呀，先用 KO 的手啊。
呀奶奶的，妈的就不该手盾。哎，你妈什么玩意儿？扩散了？没打扩散吧？今天有回避距离，这样子 KO5 回避距离，哎，欢迎野区老哥，那刷啥呀？刷刷刷本来就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，你连游戏都不玩了，你们都去玩别的游戏去了。啊，我就是没好珠子，我现在特别可惜的就是，哎呀，都没有。如果有解放 KO 珠或者是 KO 什么治愈珠啊，这些就好了。我想堆五 KO。那全是这些垃圾珠子。我这不是在练武器呢吗？我这还没搞明白呢。啊 ，KO 三治愈，治愈达人攻击操心耐数达人。这边可以不用耐数达人，用别的达人，用有没有 KO 达人呐？操心体力转服加护。浑身耐数达人，铁臂达人，跳跃达人，跳跃级啊，这个回避啊，不要回避性能，我想要跳跃的铁臂达人。不是啊，对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啊，我的重弩是有一个盾牌领件一，那样的话我这边只需要配四防性就可以吧，不需要堆五防性吧，一个盾牌领件是不是一点防性啊，如果说我配三个盾牌领件的话我就可以堆两个防性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好像是吧，我看着好像也是，所以这个我不需要配这个铁臂达人，我得配个别的达人。抢走沼气，夺气耐数，跳跃达人，
跳跃大人呢？没有跳跃组。但是别的达人珠子也没什么太好的达人珠子，现在主要是我整个耐鼠啊，还是外整个什么呀，抢走啊都没用。或者是放个超新别的珠子，我看看超新有没有超新别的珠子，然后超新这边插个达人珠子，超新体力。凡是就有点超新的好点的珠子都可以，其实超新体术超新整备，哎呀哎，还是用铁臂达人就这么放着吧。先不对，得用试试那怎么看看它有没有变化，所以用超新整备，超新整备，然后这边放个达人组的，加十，这边放个解放组的，这边放个解放组的，那样的话，啊，这儿我不要解放了。然后这儿放个挑战组。挑战组，那我这边就可以放别的，还是得放个达人组织。哎呀，要不放个浑身加护，转服加护也行，对，转服加护比较好。基础攻击力加十二，属性值加三十，对吧？转护为辅，我发现这技能挺好的。要不再放个 KO， 对，看有没有好点的 KO 组织。有个 KO 达人就好了。没有的话就放个浑身，但是加护这么点没什么用，转服加护还是浑身加护呢？总比没有好。我想是把 KO 整到五，就是没好珠子，有好珠子把 KO 整到五就牛了。我在正愁这游戏之后玩什么，没什么游戏可玩了，下一个游戏玩什么？什么叫黑龙黄黑啊？黑龙黄黑是什么东西？哎呀，
对，这样的话机动性强点。我知道，我想看看，我这不整了个纳刀三嘛，我想看看收刀速度有没有显著的变化。感觉如果说榴弹的话不需要纳刀三，但是散弹纳刀三的话很灵活，能玩得很灵活。真恶心，为什么散弹是一单发回血啊，我真服了，不合理。什么鬼？bug了吗？这是。48，48，提高两点。那就是14.7发。7发，那我用不用，用不用这个？哎呀，好纠结啊！这几个技能，那有可能也就是胆压望龙，都不太适合用这，怎么说呢？就是打阎王这种关应该不太适合用这个叫什么无伤。
昨天做了把雷狼的重弩，但是感觉谁哪个老哥跟我说的雷狼重弩好像更好一些，但是感觉都差不多，这没有什么太戏剧性的变化，伤害稍微低一点，但是顺手的话是雷狼的重弩更顺手一些，确实是。还有他用的那个特殊武器也挺爽，但是一发一发打出去的伤害比他比这个比这把少低一到二点的伤害。有没有浑身珠子？哇，为什么天天掉这种重复的垃圾珠子？是真是重复的掉哈，掉的很多，还喊的掉。看看有没有去那什么地方蹭个雷狼龙，那叫玉狼龙吧，蹭个力战的玉狼龙去。这是哪儿啊？珊瑚吧，这是。珊瑚是打的真多呀，奶奶的！你过来啥也没干呢，先被挠你啊！这种状态下怎么用无伤啊？其实现在我看他们用转化为不用的多，是不是因为现在的怪所有的都哎呀，这防不住了，怎么？是不是因为现在所有的怪都给你上这状态啊？弱点在哪？哪儿弱蛋？翅膀。
哎呀，尾巴！问题是没珠子，没珠子呀！应该是，应该是，这个跟五房镜差不了多少。好像慢点儿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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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得滚几下啊！不对，我试一下看看，这有没有回血效果？看这回血能力怎么样？来多少嘛？打不了那么多字呢，这一排。嗯，呜呼，酷，酷，酷。哎。正好蹭一个啊，正好蹭一个力战御狼龙。中毒厉害，中毒太安逸了，打的就是说
特别是组队的时候，我感觉吧，你玩的话吧，得看喜不喜欢重弩这风格。但是我倒是挺喜欢这个，不能说是重弩，应该是散弹重弩的风格，我倒是挺喜欢的。而且桌子多的话，有很多想试的东西，就是 KO 五，我堆个 KO 五，然后再吃 KO 猪，对吧？因为你本身你不像别的职业，别的职业你不是别的武器，如果是榴弹的话，吃炮术，对吧？重弩没什么可吃的，也没有短期催眠术，只能吃个攻大加 KO， 我感觉是最好的。要不我吃过那个治愈猪，也一般，或者是说是有另外一种选择，不吃 KO 猪的话，就吃裁缝猪。然后配一堆整备，然后无限就是啊，但是那强打衣服也不能换多少次，我感觉也就两次，所以说稳妥点还是全程 KO 五，吃 KO 猫饭。然后这个回血还只感觉真可以当是没有。但是没珠子，有珠子的我可以试一下。主要还是刷嘛，刷。但是说白了，你看啊，咱们得去配一套这个，除了自己主玩的武器以外，你基本上感觉这游戏里边人手一把重弩吧，对吧？为了刷。但是说白了，你刷用重弩去刷完了就没，基本上除非说我去挑战这个极限，对吧？我去找的。我去刷个这个几分钟一刷打竞速或者是怎么样的，不然的话其实刷还是刷，为了刷而刷，对吧？其实用重弩去刷的同时也算是玩啊，也是在玩啊。这是冰封，应该是在冰封处。所以在这里边，我现在是我宁可不要攻七，其实最好是看破七攻七挑战七，超新若特加 KO 三就行。那都我宁可不要收刀，精灵家伙收刀这样的全不要，无伤收刀这些我都可以不要，无伤三收刀三，精灵家伙三我可以没有，要 KO 五，然后攻七，看破七，挑七攻七看破七，彗星三弱三。因为这个我连那个属性解放都整没了。哎呦，哎，出了，玉狼出了。但是安逸的我其实比起散弹重弩更安逸。重弩是安逸的一批啊，你散弹你再安逸你也是近战对吧？重弩再远，哎呀妈，妈要炸，重弩大老远的邦邦邦就射你过来吧，我还有盾。散弹是哎呀安逸的一批啊，不对，榴弹安逸。哎，这破坏部位了吗？他是甩两下是吧？跟那个一样。
奶奶，这吼这么多将呢？这老哥，这种怪物感觉用那个大剑，用耳塞应该能挺好。肉质不好，等会儿，这虽然这个八味堂的手柄虽然不飘，但是准度还是稍微差了点，跟不管是跟这个稍微比拽抗的准度稍微强一点。我打过的吗？我没打过他呀，怎么捡这个东西不是这个初次掉落没有这提示呢？没有感叹号呢？怎么？往哪走？往哪走？往哪走？这地儿都能迷路，我也是够了。怎么能这么迷路呢？后边有个矿，坐了呀。哇，铁三靠，
能不能整一个？哎呀，我不上这儿，上错了，上错了，怎么下来？准度手柄准度不够的，我就这点就差点，那不像鼠标似的，第一点就能点到位置。呀，两猫，这两猫吧。所以我这两天我在考虑我是不是得用这个连接 PS5 的手柄去玩。这个国产手柄吧，它光黑科技好了，准度还是不如这个 PS 和那哪儿的手柄，任天堂的。而且有的点一摁的话它不老飘，特别是十字键。摇杆不飘，十字键飘。哎，这老哥又来了。来了，但是哎，别用 PS5 手柄的话，没有这个联机这个，这叫什么？按键印象，这个简直是太香了。有背键这个。PS5 想用背键的话，哎呦，我先小两千块钱，不到两千块钱下不来吧？现在就那个 Pro 的手柄多少钱 ？PS 的。将近3000块钱吧，应该就比机子便宜丢丢，2000多。有那钱我买个新机子好不好？哎呀，这些问题啊，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解决呀。哎呀，大矿！其实我感觉这个八月堂这个蓝牙的这个手柄，充分说是你在十字键和背键上，不是十字键和这个 R1R2 上，你稍微再花点钱，对吧？你做的稍微好一点，然后价格，我感觉你一个手柄你提个卖个400块钱，估计都有人买。现在300多块钱，对吧？你整个这个十字键你稍微加点功夫，别让它太飘，让它识别好点，然后背键 R1 和 R2 你别让它太松。下边那个键还是好的，就上面这个键两个，就在三个键，那稍微改好点，一共花你不用10块钱，成本里边都不用提高10块钱，然后卖贵100块钱，我感觉都有人买。我肯定买。而且这个大小正就适合就是老贺这种这手不是特别大的人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抓了呀！鸡霸王这名儿到底是哪个鸡呢？灭尽龙。
他出在这个冰原地带呀，这叫雪山地带呀，不对，是在往这里边这个诱惑的吧，引诱的吧，引到雪山地带，他才出来在这儿吧。赶紧，他在吼之前，赶紧打一下。OK， 撞了。哇，被甩这么远呢！再打两枪就可以呢。再让我打两枪，哎呀，让人打了，你看。走了几圈才走到这左胳膊，我真服了，这什么破玩意儿？准星刚才明明在胳膊上，直接一上就上到别的地方，这什么那破游戏？对不对？你看这怎么到尾巴了？下，嘿嘿嘿，这玩了挺长时间了，我到现在对这个飞翔爪这个还是不太会用，感觉这是个谜啊。怎么给你抓的准心呢？而且这个和这个瞄准辅助还不是一码事儿。那拿到 P7 上优化成这样，它也够了，在这卡普空。能打消这个吗？
欢迎随意啊。那梅子吧，这东西掉落物是等时间长了不捡的会自己就会没吗？哎，不对，我怎么喝的这个呢？还有重弩什么时候？如果说我这个弹种不是这个弹夹不满的时候，直接掏武器的话啊？对，怎么掏来着的？像现在剑士四发，让他不上弹，直接掏出来。嗯，对。这咋不行呢？我鹰射箭用的是这个箭呢，怎么？邪门啊！等会儿我收武器。我在这个状态下。啊，得什么都不摁。哎呀，我试东西呢。如果在这儿摁着这个，那就是打这个，所以说直接啊，就可以不上弹的情况下直接掏武器。这游戏啊挺有意思，我感觉很多人说这个怪猎难，它难在哪儿呢？它很多小细节它不告诉你，你一定得是你自己玩的多了，然后吧你自己慢慢去了解这个东西，而不是说是不像别的游戏里边它每一个小细节它都告诉你，导致就说是那这些告诉的太多吧，反而要不看了，这里边好多小细节它不告诉你，就这种状态下，如果是摁三角的话，他就直接整完之后，他会加个上弹动作，他会很磨叽。但是打完之后收弹，这个状态下你不什么都不摁，只摁射击键的话，就直接掏武器，他不会上弹。如果说用重弩上弹的话，有一个这台阶是最好的，对吧？这个可以当台阶用吗？哎，可以。
怎么摔到我的？死了。你就中了几毛了打这个？我们就跟僵尸一样，你打死我多少次，我就爬起来多少次，吓不吓人？在这游戏这世界观里边，猎人才是最吓人的，对吧？你不管几毛，我永远都会爬起来。给这帮怪怪呀，这吓得瑟瑟发抖。你杀我100次，我爬起来100次，对吧？哎呀，逮个正着来这儿休息，我正好往这儿过来，这个。所以说不有个那个动漫吗？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吗？说是那个男主没有什么技能或者是怎么整，一般穿越的话都是属性特别高或者怎么回事吗？但是这个从零开始，这男主其实他拥有一个最强的那啥，这个技能对不对？死了可以重置，而且这个死之前那些内容已经都被剧透，还对吧？我已经知道怎么这个剧情了。这太强的技能了，这简直是逆天呐，神技呀！世界观最强。你挡着啥呢？现在用榴弹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了吧？我现在彻底把这个想要一把就是明赤龙的这个重弩的这个希望，我一点现在都不抱了，我已经放弃了明赤龙的重弩，放弃了，不要了，不要还不行吗？出去采点矿，然后出去就升一下我的，先升什么呢？我够不够？其实拿这个升也是升重弩。升一个金狮子的重弩，光耀功高的武器有哪个？散弹这要会心，所以说不用强到最后。那就是重弩了，把那把金狮子那把重弩加个工艺。轻弩，对，水轻弩能克制强化。不是这把，是这个。
五八才加八点攻啊。妈呀，也是肉啊。然后我这把是恢复能力。水清弩是吧？加六点，403。对，水清弩强化那个液去哪儿了？是不是现在不是这个打明赤龙，所以说这个里边没有那个强化水清弩、强化明赤龙武器的选项？我记得这边强化这边有一个强化明赤龙武器的选项，但是现在没有了。这也不着啊，都去点上这个贴杯水去。要仔细听一听，感觉其实《怪物猎人世界》这个 BGM， 对吧？这个音乐做的挺好的。你不管是怪物的这个出场画面、音乐啊，还是就是，对，做的都挺不错。对啊，我能不能卖点重铠玉啊？我没钱都别光卖金蛋呢，像这种。强化的这些玉我能不能卖点，看它值不值钱，值钱都卖点。这高脚还差那么一丢丢，加油，剩十下能不行？九下，我看能不能给他填满。不会吧，老哥，满了，还给什么？金蛋，金蛋，就给十个金蛋吧。
十个金蛋，八十个蒸汽票，就去卖点玉看看。哇，啊，我怎么这么多金蛋呢？37个，70多万，哇，又有钱了，有钱了，有钱了，又有钱了。玉去哪儿？玉呢？玉呢？卖点玉。怎么这么值钱呢？700。太古碎片儿。哎呀，我记得有个什么东西啊？对，这是分儿高。お疲れさん。太古碎片不是卖着贵，是分儿高，对吧？可能啊。回归球，要6600分。抢走药，不对，我不玩，我不玩弓啊，就不要用抢走药吧，还不换点鬼人粉呢？换什么最合适？这边怪力药丸，这是短期的吧？感觉没什么可以换可换的了，能玩了。天域天之龙人票据，哎，我整什么出天之龙人票据啊？昨天想搞个这个这么难，今天哪来的天之龙人票据啊？留着留着留着，等什么刷出来了，拿天之龙人票据换一个，对吧？頑張るよ。不对，这个我这个调查应该是，我可以派这个派遣队出去拿这个材料去，对吧？那要什么材料？这要酸翼龙的尖爪，这是什么难度的呢？咬鱼的大须。酸翼龙，什么难度啊？酸翼咬鱼，这是酸翼龙不？红色的应该是酸翼龙，对，但是天天就这么刷这玩意儿，确实挺无聊的哈，玩点别的游戏啊。
但这游戏太吃装备了，太吃装备了，这个有没有个完全是两码事啊。我以为怪物猎人它是不是那种太看装备的游戏呢，没想到是吃啊，太吃装备了这游戏。所以说你不玩你不知道哈，就得玩才知道怎么回事。再不行先退出去看看有没有打折的游戏啊。嗯，17000多，14000，七九七的什么直播，150块钱，又打折了。人王在打折，人王几啊？是人王一在打折。叫什么打字？森布雷克在打字。怪物猎人都在打字啊。也不打折，你看这一套多钱。啊，这是单独的 DLC 啊。这是一整套。街霸六打折，也没什么太好的打折的项目吗？铁拳啊，铁拳出了，二沃的你不要，不玩啊。逆转裁判456，现在这么一看，以前吧，你不玩 Steam 的时候，觉得 Steam 游戏挺多，但是现在一看 Steam， 再回来看看 Steam 的话吧，其实没什么太好的游戏，这基本上是不能说 Steam 没什么好游戏，应该是全世界都没什么好游戏。什么叫创造三国志啊，这是哪儿的，这是真的啥游戏啊，就是。气剑劫古龙风云，哎这什么玩意儿，古龙风云录。河洛。2月1号。我合计什么屌公司呢，河洛的。估计也是回合制吧，上帝视角。其实他们的游戏其实不用太期待说是我效果多好，这得看剧情，他们的游戏做的确实好，做的很精致。楚留香传奇什么玩意儿，闪电八刀。哎，这个出了买个这个玩啊，2月1号，过两天就出了。那肯定是回合制，这我这没办法，这技术就摆在那儿了，这不能说是做成啥，但是游戏做的是相当精致，他们。
就能让给我们一种就是啊，以前玩这个小的时候玩游戏那感觉，能做出来那个味道的。得有中文配音吧？还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古龙风云录啊，这个看到时候看看他出来多钱，多钱出？这什么屌游戏，不错也做的。哥，我都就是古龙这游戏，就这种游戏，我更喜欢就那啥，这啊，当坐骑啊，比我感觉比这样的好多了。所以说这游戏的 IP 是确实很牛哈。但是我更就是，如果都是稍微像这种游戏的，我更喜欢就武侠风一点的。百灵十之劫，这什么破什么屌游戏，这是这样的，给钱，这给你钱都不能玩的。所以我为什么对这个河洛这个评价这么高呢？创造三国志哪儿的游戏？一看这就是那什么了，全面是吧？全战，仿的全战，天天搁那儿仿，一点自己风格没有。河洛不错，河洛不错。嗯？1月31日。不是玉璧的，这不是那个游戏吧？玉璧不有一个游戏是海贼射击的吗？啊，不是玉璧那个。即将发售也没什么好游戏，看的一般。恐怖游戏啊，然后恐怖游戏不玩，我瘆得慌。老贺胆小，玩不了这种游戏。Wired 的，怎么这两年怎么出这么多海贼类的游戏呢？玉璧把这个黑棋做好了之后吧，那后续那海贼的游戏做了又推翻，推翻了又重新做，磨叽了这么长时间也不出一个好点的游戏。看看那个解线机啊，也解线机，加入 Steam， 这在 Steam 里边出啊。这什么时候开始公测呀？前阵子是内测是吧？啊，能不能把这人物给整没？真恶心这种啊！我真不喜欢游戏里边给露个大屁股。我感觉这能应该能挺好玩，但是最关键的问题，这是哪儿的游戏，对吧？
西三居应该能好点吧？这西三居的游戏这是。拉到最下边应该有。成都西三居。西三居怎么变成成都西三居了？他们以前不是在朝阳在北京吗？是那个西三居吧？手册招募12月6号。手册已经完事了，这个这不会吧，这机型是直接就配角色啊，不是角色不可以自己捏啊。近身缠斗泛用武装，战术变形，控制作战，攻击型，格斗型，攻击型，战术爆甲，类型挺多呀，重装，能量阻击，维修，工兵吗？李夏利。啊，就没把这种设定，把这种这个中二的设定给整没的话，这游戏应该能挺有意思。你别整个就是这个角色，然后再整个这个机器，你让咱们自己捏个人行不行？咱们自己捏人，或者是没有人。哎呀，这种哎呀，我感觉我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吧，我感觉挺好的做的，没想到配个角色太中二了，是吧？一下不想玩了。主角 you 你我啊，那有可能是这有剧情，然后我自己对吧，主角先拿这个整，然后旁边这是角色，然后后期你可以用他们的机子对吧，啊，这样不还行，这样不无所谓，那这是剧情里边就无所谓了。战术爆甲，武装切换，当前预约23万，这就当是休息了，说估计我播的也没意思，那么刷刷刷的看的也没意思，对吧？我好久没开 PS 了，不知道 PS 是在哪儿了。PS 开了吗？我是第一个是 PS 还是第二个是 PS？ 什么鬼？第一个，哎呀 PS， 但是这票子看这儿有没有游戏啊，啊对，这也是新出来的韩国游戏，哎呀，感觉挺好玩，但是又是露个大屁股，哎呀，这是 B 二姐姐，二 B 还 B 二姐姐火了之后，怎么全是这种游戏？怎么的？你不露个屁股就玩不了游戏了？太中二了，这游戏不买，太中二了。
罗宁这得买个磁底盘。弼马哎，我看有什么区别。原数位原声带，数位美术设定集，李庄和服套组，板东武士护甲套组，帝国双刀，隐鹤忍者棍棒，完整游戏。对啊，问问你们呢，你们是打算买这个实体版还是买数字版？因为给我感觉吧，就这屌游戏它肯定不能不支持联机，你信不信？我看看啊，看看这屌游戏肯定一名玩家线上 plus 最多支援三名加入 PS plus 线上玩家，那就是四人组队呗，可以可以线上游玩啊。我还以为这屌游戏不能线上游玩呢，可以线上游玩，那就可以买数字版了。那可以买数字版。Crown Blue, Crown Blue, Crown Blue, 这游戏中文叫什么名字？刚才还看了呢。Crown Blue, 这我当时我看这个碧，对，这叫碧蓝幻想吧？应该，这动漫做的挺好。这个碧蓝幻想，这动漫做的挺好。不对不对，我不拿这个号买，不拿这个号买。港服的港服真是，哎呀，我恶心死了！我要被港服的这个那什么 PSN 商店给坑死了！我在这儿我加会员，我用韩服的买，我才不去港服买。哪呢的？主要是没港币，主要是没人民币。我回来了之后，把那个支付宝里边钱没剩多钱了，支付宝里边不好支付。哎呀，那去哪儿了？嗯，你即将发售游戏呢？你至少让我放到购物栏里边行不行？啊，还有这个是，哎呦，降价了。降了就降了一点儿啊，这个先放着。但是哎呀，这其实这个不能联机，这玩的话特点一二。啊，我有可能不玩这游戏，不买这游戏，很大的可能性不买。罗宁呢？韩服还没出，这出了吗？这游戏不说这翻了吗？哇，这什么鬼游戏呀、啊！哎呀妈，恶心死了！你将近那啥，你将近要卖七百多块，等会儿先去港服看看，去港服看。这些没有，这边没有的话，七百多呀！这港服多少钱？这游戏真不要脸呢！所以我这不是真不是骂他们，游戏吧卖的越来越贵，越来越贵，这价格都要翻天了，都是。不是美国末日二，你干嘛再整？还整个 remaster？ 你重置这玩意儿干什么？你重置美国末日一好不好 ？remaster 的 remaster 行不行？美国末日一，重置美国末日二，哎呀妈，谁买谁傻逼！那美国末日二这重置版谁买谁傻逼？这边呢还没有那个游戏，618。
也贵，618也贵，对不对？刚开始五六年前，反正你延续了好几十年的这十几年的游戏价格361，咱们就当360算。然后把 PS5 一出来的时候吧，游戏都变成460，普遍的变成460一个游戏。咱们想呢，哎对对吧，十几年游戏价格没变，一个游戏新出来对吧，一个买断制游戏出来了460，哎行理解你。从去年还前年开始尿悄的抬价格，抬到560一个游戏新出来的，现在你看涨到610多了，慢慢的又想尿悄了。你看500多，看到没，随便一个破游戏是重置的吧，540吧，要不要脸，看560多，540吧，全是500多，530吧，这普通版是吧，全是这个价格，看到没，510吧，700多，900多，要么说 Steam 便宜呢，这690吧，700吧，560吧，470吧，这算比，你看现在看470多的游戏都说是 都想说它良心了。主要是港币，要换成人民币的话还能也贵。对，你看现在其实我们能接受的价格只在这儿，就是一个普通版的游戏468，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价格，都不能算是正常价格，变得从368变成468，价格还不到三年，不才不到两年左右。普遍的就 PS5 刚出来的时候， PS5 索尼这边的价格都要涨，知道吧，所以说都涨成468，大家就公认为心里的有个这个价位嘛，对，就是468就是一个就是 新游戏的价位，以前都是368，然后最新的价位是468，但是呢你看现在慢慢的铁拳569，铁拳的话稍微可以理解，铁拳你看一个随便随随便便的一个横版的或者别的游戏全300多，现在以前照我说美国末日重置版这种游戏以前得卖多少钱，只能卖100多港币，撑死它贵，它上不了200多港币。你说白了，你说博德之门三你468我认，对不对，这种游戏468我认，我值这个钱，这种游戏博德之门三我468买了我值这个钱。你别的游戏值吗？你400多、700多、800多的谁玩啊？最终幻想就是完全就是这就哎呀，我真不想埋汰这公司，不能说不想埋汰这公司，只要是最近他们的好游戏太多了，就不埋，只能埋汰这个 IP。玩的怪猎，我还埋汰这公司，谁玩这游戏啊？那只是粉丝样的游戏都是，谁买这游戏？浪人崛起数位豪华版，我看它有没有 DLC 啊，后期日本豪华版不除镰刀之急流啊，那意思就是说是他把这个人王里边的所有的武器，你看连那个镰刀都一样了对吧，意思就是说人王一二里边的所有的武器他都能用，我感觉是隐鹤也是人王里边也有，但是这些装备都是从忍龙过来的，急流不就是忍龙吗，你看刀用之人王流，格斗风格抢先体验四种战斗风格包含啊，他先给你解锁，不然的话我们想用的话就得是后期得做任务或者这那解锁，买这个我可以提前体验，刀用之急流，厨刀用之急流，刀用之人王流，刀用之爱州音乐流，抢先体验隐鹤忍者刀，抢先体验隐鹤忍者护甲套组，没有 DLC 嘛，但是其实说实话确实是你把一个游戏做成一个开放世界的话，它做 DLC 不是那么就对，没那么容易，出的应该也没那么快，就说今年那个老头环 DLC 能出吗，
没游戏了。买个什么玩的呢？头两天给我急眼的把这游戏给买了，我直接双人成型和那个两个人越狱那个，之前会员里边它是会免的，可以二档会员里边可以免费玩这个。我那俩外甥来我家了，对吧？没事就玩这俩，结果哪天玩不了了，怎么回事？你看会员里边没了。奥德赛其实Mad Max 不是送的吗？还卖呀、啊？现在我这头两天送游戏的时候啊，对对对，我看看有什么新游戏，我这周拿不拿会免呢？先把会免给领了。每月游戏。啊对，这游对。这次是会免，这游戏我感觉很不错呀，这游戏玩玩这个呀。Jesus. Fuck. Jess, behind you! I know you're sharpening your teeth for the president. Fucking beast. Now, Jess! No, no! Ever waste. In your teeth for the president. Fucking beast. Now, Jack. No, no. It's a house way down in Calico. They call the rising sun. And it's been the room of many poor boy. And God, I know I won. Felicity, I'm coming. Never sleeps, but it bleeds. 我感觉这个很不错，而且正好会免，不然的话就去玩玩 NS 那边，玩玩马八或者是喷射三，会免领了。看这个780要不要脸呐，就是破游戏收780，哇，那你想钱想疯了，你们不能这样啊，好意思收780吗？这游戏，这游戏撑死了，你卖个240的货，我能考虑考虑。780，那是240，240都不能买。战神当时刚出来的时候才360，对不对？战神呐 ，TS 的这叫什么？现在价格多少钱？现在560。当年这个战神出的就360，看到没？现在 PS 基本上就已经定了 ，PS 这帮人吧，索尼这帮人就定了。我只要是独占游戏首发，就是568，对吧？罗宁刚才那也是568，对吧？这也是独占568，对吧？看到没，蜘蛛侠二首发独占568，对吧？
只要是自己独占就是568，因为他们知道买 PS 的人大家基本上都是冲着独占来的，机器都买了对吧，这咱就不怕这不怕多花这100块钱、啊、其实也不能说多花100块钱，这游戏已经够贵了，这也是568，应该568，看到没，这就是 PS 独占的，这个魂类射击的鼻祖嘛，也不能说 鼻祖，这游戏也是新游戏，没出多少年。恶魔之弓568，568，看到没，恶心死，是独占就是568，568，不用看清单里边。这个是不是独占的，这应该不是独占，这应该是那个，对，这个对马之魂是第三方，人王一当时是独占，然后还有什么是独占，没独占了呢，148，战神没独占了，老头环多少钱看看，479，对，我记得老头环出的也就是400多，我当时买的实体带淘宝的一共才500多一点，我记得老头环刚出来的时候游戏盘还涨价，你没过，你想买，你想玩老头环你得加价买，就是在 NS 里边游戏卡带涨价很正常对吧， PS 里边头一次见过啊，既然 PS 盘还能涨价，命运二叫天命啊，港服叫天命啊，这游戏 Destiny 命运二，没什么游戏了，这个接待这个也一般，我玩了一下感觉很一般，就是角色这那设定都挺好，但是哎呀总觉得缺了点什么，空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屋里边蝙蝠侠这几款是经典作，你看现在 PS 也没什么可玩的，勾似的这个挺好，那个仲春玉美不是出这个退出贝塞斯达了吗，对吧，仲春玉美他自己开了个公司，然后又做了一款新游戏叫什么来着的，叫 Camry 还叫什么游戏，刚出来这个宣传片也跟这个风格差不多，但是更 3D 更动漫一些，我看宣传，哎，应该找不着，黑幕里没有，那因为那只有游戏片，只有这个宣传，啊，对了，这个好像要出《龙之纪元》，好像要出新作，没有了 ，NS 那边就不看了 ，NS 最近也没啥好游戏。啊，继续搞那什么吧，继续怪猎吧。我头两天我犯了一件贼傻的事儿，我竟然买了圣歌，傻乎的，看到我游玩时间没右下角1个小时，圣歌1个小时游玩时间我就不玩了，这游戏删了。我怎么能傻到买圣歌这游戏呢？哎，我这个巫师三怎么是1个小时啊？对，我之前玩的是巫师 PS4 版的巫师三，然后但是巫师三好处是可以把 PS4 里边那个存档一个账号的情况下，我可以上传到 Steam 的账号，然后再从 Steam 账号下再下到 PS5 版本里边的巫师，存档可以共通。
哎，好了，这毙了，毙了，毙了，毙了。几个人呢？他们这要玩什么？战地 ，Ground Blue， 哇，碧蓝幻想 ，Ground Blue， 哇，我这好友里边两个人玩碧蓝幻想，人王二 ，Ground Blue， 哇，三个人，一共才几个好友啊？在线六个人在线，有一半都在玩碧蓝幻想。嗯，还有个更新，机子有更新，等会儿机子更新呢。什么新游啊？什么叫大树守卫啊？你在说什么啊？我咋听不懂？我这更新的 PS 呢，拍的是这个，这画面，这是桌面。大树那可不就是刚出来就打大树吗？那不是一级不杀他。在杀谁呀？不玩二零法官，等第二期出来再说吧。第二期出来之后买个完全版。不买二零法官的原因是什么？知道吗？玩了，我玩了二登法官，玩完了。我落后什么了？我白金我都拿了，落后什么了？我去年我就玩。这游戏没意思，我这有点对老贼失望了。这游戏你拿个白金一周目就让咱把白金都拿完，那玩个屁也破游戏。做的简单的跟死一样，一点挑战的欲望都没有，都不想打多周目。这游戏你要但凡是做成学员一样，我都玩个四五周目了，对吧？你不是学员，我要跟老客说，老贼的游戏全玩了，老贼的游戏全是白金，而且艾尔登法官白金，对吧？恶魔之弓白金，对吧？老贼的游戏肯定是白金，不用讲。人王一，人王二，人王二咋没拿白金呢？人王白金对吧？还有什么白金 ？ZKILO 这没玩，红二白金对吧？都玩了，都挺好玩。雪原，我最喜欢玩雪原。魂三白金对吧？一共就几个白金，那全是魂系列。人王不，这叫什么？血缘诅咒对吧？玩了，这一几年都是2017年，而且这是第二个号的白金，第一个号丢了，找不回来了。第一个号白金多，但是现在白金太简单了，也不想拿。然后那号丢完之后，想领回白金的时候吧，感觉太麻烦了，一个游戏得重新打。
没意思，老头环真是，哎呀，没有想象的那么有意思。对我们这种，就是不能说我们这种，反正对我来说吧，我宁可回去玩魂二，就说魂一二三当中，魂二是屏，其实在就是整体上它的屏没有魂一和魂三好，但是我宁可回去玩黑暗之空二，我都不想玩老头环。在斗鱼里边播老头环的人，他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一魂一二三都播不了，广电不让播，你只能让玩老头环，所以只能玩选诅咒或者是老头环。但是呢，选诅咒而且是 PS 游戏，你没 PS 你还播不了血缘。你就算播了血缘三十帧的游戏，你到现在，你要是头五六年前你播个三十帧的游戏，你觉得还能好玩？三十帧的游戏现在回来再让播就不好玩了。所以这个大家都折中一下，对吧？就是播老头环，不是说是老头环这游戏有多带劲多好玩，是因为想播魂类，然后斗鱼官方的我又能播，然后又能用60帧以上去玩的游戏只有老头环，没办法的办法才播那个游戏，就像播怪猎一样。就说你新作你得等明年出来，然后18年的这是游戏，对吧？我还想玩怪猎，那怎么办呢？而且你要是播别的版本人还少，对吧？你播叉叉不是那个劲儿，对吧？你玩崛起的话，这一帮这个玩世界这帮人就开始埋汰崛起，你玩个崛起你就埋汰崛起了，对吧？所以说这折中，你要是这用来做直播的话，折中你只能播世界。所以选个游戏贼难，一天我天天就吵着，没事给朋友打电话，有主机的人我都问他们，我说最近你们在玩什么游戏啊？求求你给我推荐个游戏吧。又得共斗，然后又还能跟这个斗鱼水友一块联机。但是前阵子播那个挺好，播那个卧龙播的挺有意思。但是卧龙也玩到头了。怎么老是调查呀？但你看出去溜达了那么长时间，然后回这游戏还是没游戏可玩，那实在不行再去看看 NS 游戏，看有什么打折的再去瞅两眼呢。我看看我能不能开 NS， 看看有没有 NS 打折的游戏。这个怪猎开着，等着，对吧？不是这个手柄，那得用这个手柄。Bluetooth， 摇醒。Keep trouble 的。来这儿商店看看。嗯，我换国家了，不会吧？那不是 online， 是商店。我实在不行，我玩把八。
喷射三已经买完了。2024年2月，哎，等会儿就要出卷了。2022年2月22号，2月22号，还有一个月是吧？第二期三。看有什么新游 NS， 但是 NS 上没什么好游戏，就这两天。该出的也都出完了。高达。嗯，还是白看，不如不看，其实 NS 对吧？看了跟没看似的，这游戏。我看的都不是打折的游戏，我看的是新游啊。看看最近有人气的是什么呀？精选排行榜吧，应该是。最近玩的最多的游戏是啥？下载专用。这几个玩的最多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肯定这在打折。玩的多的，那这是真的，这俩游戏前第三，这股。鬼谷八荒都多少年前游戏了，那全算呢，那不是只下，你看那这都是打折，你看218、219的游戏打个500、558的港币，50块钱，49块钱人民币左右呗，对吧？找茬就这价格我都想买了，有钱。我还有钱，18块钱。没新游，不看了。马八，看到没？马八，喷射三，不是玩这个呢。你就怪练。嗯，等了一小会儿，现在又有人了。砰砰砰！我感觉这玩怪猎之后，不是应该说不能说是玩怪猎，应该是玩散弹。头两天玩的时候吧，其实没有队的话吧，那我就对吧，我自己开个队，我自己先进去打着，对不对？我自己开，我开个房，我等人。现在呢，连开房都不想开了。这人吧，这变得越来越懒，越来越懒。
不倒呢。倒。啊，太疼了这个火。倒。咋不倒呢？差不多该倒了。嗯，对，人变得越来越懒是吧？但是吧，你本身我一想，你说这个珠子这么不掉，然后得一直老刷刷刷。你每把武器都用你近战去玩的话吧，就会感觉哇，简直哇！我每一次都看怪技能，每一次都看都赌啊，然后算刀这那的，我就感觉疼，脑壳疼。得了吧，反正刷刷刷呢，对吧？就无脑的去打吧。结果吧，你无脑刷出来一套装备了，就说就是这种，明明是把这个为了刷装备才去玩的重度。结果吧，就玩重弩玩的越来越深了，反而别的武器有点不想玩了。这不说了吗？重弩都挺好，这只有一个缺点。重弩的缺点是什么？困。但是我看那有个人，有个老哥拿那个打灭尽龙重。灭尽龙那叫就是剧情 BOSS 最后一个那个灭尽龙打那个嘛，2分14秒，两分钟打的。这什么玩意儿？在干什么？这什么什么？这他怎么抽搐呢？看着有点吓人呐。但是我现在觉得好玩的武器有什么呢？就是说依然还是好玩的武器有大剑。我这就是我现在对这游戏的，就是感觉，我觉得什么游戏是就是我合我胃口的武器有什么呢？重弩肯定是挺好，它比较安逸。大剑、斩斧，然后我感觉狩猎笛应该能挺好玩。剩下对别的武器都一般般，没什么太大的感觉。轻弩啊也一般，它就是那个上弹动作好看。那咱又没防住呢，我真服了。这游戏的这个盾是不是有 bug？ 我就问你们，这游戏盾是不是有 bug？ 它也偶尔判定不准。他们怎么一直都是残血状态呢？我也是残血状态。就这样。
把这双刀穿的名字装备上。啊，那不就关着吧。啊，我这两天感冒了，这天天吃的药也是一吃药就困，吃完药也是像这啊，一咳起来就没完没了。哎呦，你们可得小心，这注意身体，不能感冒了。哎呦，咳的太难受了。哎呀，感觉最近这是身体也是变得越来越虚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明赤龙我打了挺多把的上周，但是没怎么看明赤龙装备什么属性。就看网上说明赤龙的水清弩，哎呦这个重弩破击挺好，但是也是不是也只仅限于那个版本的时候。水清弩我是刷出来三把了，我都再不行找个传奇师傅去玩啊，斗鱼让播传奇师傅。我看现在国内传奇那类的，我看都有一些什么像这个制作团队去做那些游戏，而且把那个团队变成什么版，什么暗黑版，什么版这那的吧，对吧。超新加护，哎呦超新加护不错，只要你买会员，对吧？充会员叫什么来着？当时那传奇，他们都是官方授权的吗？我就怀疑。现在版本结束了，是不是这些什么星辰记啊这些东西完事了，这次星辰记完事了，下回又是别的那啥，它是不是不停啊这些活动。
我记得是星辰记还是什么东西，之前是就是有个活动，那活动一结束马上就又接着这个星辰记，那就是说这个星辰记结束了还会有别的活动。他的不错，金鸡棒，金鸡饭啊，进金鸡饭的队伍。人不在啊！哎，他这个幻化不错呀，这个大，这是大剑吧？你看大剑 ，Q 哪是吧？这是金枪鱼，不对，金枪鱼前面不是这个，这叫什么鱼？这鱼叫什么名字？这个不错呀，就是感觉稍微小了一点儿，这鱼，再大点儿就好了。冻得梆硬梆硬的这条鱼，哎，我有点喜欢这幻化。但是我大剑头两天做了那什么幻化了，我做出来那个幻化了，喷气大剑。打什么来着的？但是一定要跟这个比的话，喷气大剑更好看一些。有没有娃娃的外形啊？你看，我看这个娃娃大剑。我之前玩的游戏就有娃娃大剑，你看这后边有个装饰品都有布娃娃对吧，那武器能不能变成娃娃？跟他们去混一混吧，没事跟他们玩一玩，交流一下感情嘛。刚打完，他们这应该是刚打完吧。也不对，
他们这是打完回城了。报告中，我看看有没有尸体去采，看有没有尸体。不要。我们打的是妖鸟啊。现在打啥？矿呢？这边小丢的，哇，这好小的矿啊！大哥，能不能指一下你们到底要打什么呀？啊，对，我老想着得做旗任务，但是吧，你看没有做旗也不太耽误事儿，感觉还行。呵呵，我旗的好磕碜呢，这做旗。金火龙，呀，穿不动了呀。是吧，我感觉也是，但是它速度我感觉也一般，没有说是像我们玩别的游戏里边的坐骑，不是那种坐骑的感觉好像。然后我就没着急做了。如果说它是有那种炫酷的坐骑皮肤，对吧，我想骑什么就骑什么，或者是这样的话，我肯定会着急，哇，不行，我得要个坐骑。我估计我就着急做坐骑了，但是看我一点的，他这坐骑出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欲望，而且他也不跟你说。你看像我这么玩的，根本就都不知道去哪儿搞坐骑，他一点任务里边一点提示都没有。金火龙也跟这个黑龙一样，如果说我破他头的话，他这个火就会变成红的吗？就没那么厉害了吗？刀，哎呀，关键时刻上弹，所以说这周吧，就感觉这个解放珠挺有用。不用解放珠的时候吧，老是因为上弹，然后吧被打中啊，或者是怎么怎么样，就会觉得哎呀，哎呦，这什么玩意儿？
还不走？那个夜果状态打个属性炸膛就没了啊。那主要是这游戏啊，一外边旁边一有怪乱路的话，我就有点不想打了，知道吧？那脚趾棍搅的跟什么似的。你市长，你脚趾棍我用了这个臭蛋是不是？你得走啊！用了臭蛋你都不走。哎呀，我去捡个东西。哇，这火比别的大呀，瞅着。所以啊，你看这么一直吃状态，其实比无伤更好的是转祸为福。你看又上弹的时候被打，什么无伤不无伤的不管了。我没有，我走错了呀。应该不该走是吧？他还是回到刚才那个位置了。不管飞到哪儿，咱都不动它，对吧？咱就在原地待着，它这又飞回来了。弱点也不在翅膀。啊，翅膀是弱点吧？
又来。打点这个汤，你们能带点大便玉啊？我这次用完了呀。为了纳达二，我也得用这个腿。嗯，这纳达速度多快啊！不走，对，长记性了，他还会回来，对吧？赶紧脱了，赶紧脱了，赶紧脱了，让他走席地。他们这个地图整个等级低，矿都是一小撮儿。我看我还有多少散弹。还有8800发，有多少榴弹？榴弹哇，榴弹现在都有6000发了。对，其实我得去解个那啥，把这 KO 吃成攻大，攻大 KO， 得再去解锁一个肉。看他们打啥。拿大剑打呀。搭建哪看看呢？这沙漠，哒哒哒哒哒哒。所以我挺佩服那些人哈，打个10000把全是用一把武器打的，别说10000把了，你打个2000-3000把一把武器都已经很变态了，感觉基本上你就算一把武器你打个竞速，你全打的竞速4分钟 一把，对吧？你要是打个1000场就是4000小时，打2000场就8000小时，就是少了算，快了算，对吧？你有的你刚开光这那的，你肯定
得打个多少？那一万把是多少个小时啊？没人破头呢。哎，不对，我不是拔刀，我收什么刀啊？先起，走啊！感觉怎么好久没玩大剑了呢？真好玩啊，大剑！够我射多少下的，对吧？大剑这一来这么一下，没找到，哎呀，你跑哪儿去？哇！AK 呀，再见。好玩，大家好玩，最好玩莫过于大剑了，真是啊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没事，我等你。才来，完了。
他怎么打这儿呢？跑哪儿了？摸个刀。你看，但是这你看这坐骑也没比我快多少。但是在坐骑上是不是可以磨刀，然后又可以那什么呀？那就死。不对啊，这个地形里边没有这个坐骑，是召唤出来的吗？这个还是那个不是瘴气谷里边有这个坐骑吗？你等会儿我干什么呢？我在，我想事儿来着的。日常猫车，现在猫一猫更健康，不猫反而感觉不对劲儿了。我来啦！别走啊，下来。别让他睡觉，让他睡觉，让他睡觉，让他睡觉。别吵醒他，别吵醒他。完了，被吵醒了。干什么大剑奔放好爽，大剑穿上不动衣这简直牛死了，而且还有个这个回血这个，黑龙的大剑这是我做的，我打完黑龙攒的第一个材料做的就是黑龙的大剑，然后用的冰牙的这个头，因为偶尔还得是你动作太快的话，偶尔还得是这个像以前似的拔刀那么玩一下。
偶尔还得拔刀打一下，只不过是现在打的怪也不难，所以说装备怎么说呢，装备也好，防也高，而且还克制了这个回血，就他再那什么我尽量也那个蓄力，不然的但是自己单打或者干什么的过先拔刀一下，拔刀打头晕了之后再蓄力。嗯，幻化的我啊，这任务是什么幻化来着的？这你开了这个大剑的幻化之后去这个做活动是猎人的梦想还是什么？猎人的梦想三就行。我刚开始在网上查的是说这个大剑得用，那是猎人的一，猎人的那个梦想一是从一开始做，但是你只幻化的我直接去做猎人的梦想三就可以。只要那里边会有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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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设计图还是什么东西，拿那个可以画画，加大龙脉石还是什么东西。最好玩莫过于大剑呐，我是认为武器当中最好玩是大剑一。你这个上手简单，你不像什么盾斧啊，像这些东西，你刚开始你出门之前你都得练一练，对吧？你得知道它基本的这个打法，运营怎么整。大剑很简单，对吧？简单无往，往前走翻滚收刀，对吧？往前走翻滚收刀，对吧？从这里开始基本上就可以开始打了，你基本上是就这一下所有的怪都能打，对吧？之后再去说蓄力，有空间了再蓄力，你打多了你大概就知道怪怎么样了。再去运用，就是说让新手这个上手也快，然后低线也不高，所以说上限比较高。但是入手就是刚开始入手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比别的游戏都简单多，就比别的武器都简单许多，简单粗暴。打哪个呀？打这个是吧？黑狼鸟，黑狼鸟不好打呀。这估计是怪猎一刚出来的时候就有这武器吧。怪猎里边有哪把是新武器吗？就是说以前怪猎里边没有那把武器，但是后来加的。不用看大剑，肯定是这个是一开始就有的武器。呀，这种黑狼鸟我感觉就不能打头，不好打头，应该说是对吧，太快了。先翻一下，行。哎，我感觉队里边有个菜刀真恶心，那玩菜刀都能不能自己玩？啊，这帮玩菜刀的，你能不能自己单机玩？哎呀，没打中位置。
黑狼鸟，我感觉这应该算是这个新手劝退的。你说刚玩的时候，这他走的速度这么快，怎么打他？你是房主就可以让他体验掉线的快乐。我头两天打那个灭日那个任务吗？有个人，你说本身你再怎么玩游戏吧，那还不说禁语，就打灭日里边不是有那个炮吗？然后他自己整完炮之后吧，那说话说的可屌了，说啊你们该整整位置，我要打炮，直接给他飞了。然后旁边那人还说那不让他打炮，他就直接推队了。然后我说是我踢了他。就灭日那个任务，啊，对，我忘了还有一个技能，那好久不玩了，把这个给忘了。一下，直接连三啊，三续。哎呀，对，明年那个怪猎出新作的话，你们是要买哪个版本呢？你估计都会买 PC 端版吧？因为我看我播怪猎之后来看的人，好像没有说玩 PS5 的比较少。因为我以前只播主机游戏，所以说来我直播间的人玩 PC， 在 PC 端玩的游戏的人基本没有，都是玩 NS 的人最多。但是现在怪猎确实是你。现在这个世纪末吧，应该算是，不是 PC 你也没什么人玩了呀。但是我觉得吧，明年就是明年出怪猎，它很大的可能性，它会跨平台。我感觉明年怪猎会跨平台。不然 PS 也会，索尼也会想方设法的要这个一年的独占。指定怪猎三部曲都买了，现在物语偷蛋当坐骑。三部曲是什么呀？怪猎三部曲是什么呀？听说有个什么，不是有个什么叉叉吗 ？Double Close。世界崛起物语二啊，物语啊啊，是不是那个像那宠物小精灵一样？是那个吧？呀，那个叫什么来着的？像石器时代一样的，对吧？养宠物的那个，对吧？对，怪猎宝可梦，对，这个词汇相当恰当啊，怪猎宝可梦。现在基本上有收集因素的这些东西也通称为宝可梦了吧？主要是他那个画风太 Q 了，小的时候吧还觉得那种画风还可以。现在再让我去玩这种就是回合制的游戏，真玩不过来。那打发时间或者是那啥养老，那游戏应该挺好。
够着玩呀，他往后退了，够不着了，肯定是够不着了，不用看了。太窄了。啊，不抓呀、啊？不抓吗？最近这个帕鲁怎么样了？头两天这卖了多少万份？他卖了100万份吧？一天，第一天。打完这个应该差不多了吧？今天老客直播也就到这儿了啊，感觉得下了。再这么刷也没什么了，明天后天还继续玩不玩怪猎呢？还是玩别的游戏？玩别的游戏也没什么可玩的。这两天继续刷，然后一边刷着一边看有什么好的游戏没。PS 和 NS 商店都逛了一圈 ，Steam 商店也逛了一圈，没游戏呀，还得赶紧等到三月份才有游戏。呀，1500啊，好啊！这大剑这一下一下的伤害啊，还得好哈。哎，有个矿，谷堆。
哎呀，好了，老贺，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，就到这里了。刚才上午播了一小下，然后结果麦克风出问题了，才下的播。今天就播到这里，明天上午继续播啊！再见，老铁们。四点，现在7:40，快8点了。不要忘了吃晚饭啊！天气冷了，注意身体，老铁们。老贺这就下播了，拜拜。下了。下播了，老铁们。